台东县家庭教育中心热情的志工们，在主任王昭兰的带领之下，在祖父母节这一天下午呢，是在铁花聚落人行步道举办了台东县107年度庆祝祖父母节的活动。台东县家庭教育中心热情的志工们，在主任王昭兰的带领下，8月26号祖父母节这天下午，在铁花新聚落人行步道办理台东县107年度庆祝祖父母节活动。副县长陈金虎邀请爷奶们带着孙子上台，共同切开蛋糕，分享佳节的喜悦，并呼吁社会各界重视孝道，敬老尊贤。阿公阿嬷的经验哦，交给你们，你们长大以后就会更有出息。社会处长青志工带来轻快有活力的歌舞，为活动共襄盛举。交我你们的双手。小丑默剧团以精彩的小丑表演，为会场满满的祖孙们带来整个下午的欢乐，还有难忘的回忆。